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饥饿龙，来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次饥饿龙改版更新的第二只哈。那接下来呢，应该会更新越来越多像是类似这种模式的龙哦。那我不知道老头要不要继续下去哦，因为毕竟这种东西非常的吃一些怎么讲？金色蛋壳，然后呢又很麻烦。说真的啦，他这样子根本是变相的超级坑钱。不过呢，老头还是花了。哦，就是真的，这个非花不可啊。不然的话呢，你们怎么有办法看得到呢？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老头现在来解锁这一只电龙。它上面写说生物发光的电龙啊、哦，生物发光的电龙，它中间有一个空格，害我还以为是一个字而已。好，具有强大的电力，冲刺可以发出电光束。买，老头开下去了。然后呢，我来看一下能力哈。电光束会弹到射程内的另一个敌人身上。然后呢，电光束命中时有机会爆炸多个敌人。好，25解锁连环电击，完蛋了。那我这个要怎么做？光束，我靠，按到了生命。速度，全部点速度会怎样？哇，我居然解锁嘞！哇，我已经用光光了，酷酷哦！哇，我速度好快啊！然后这边可以发出一个电光束，弹到敌人身上，完了又是一个坑钱游戏，好吧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呢来试玩一下这一只啊，忘记装宠物了，没关系，不装宠物也无所谓。好，来了。哎呦，感觉酷哦！哇，它这个是一靠近就可以电这些。哇塞，它这个电有另外的一个算是分数加成，是不是啊？还不错啊。而且如果越大只的话，是不是那个范围就越大？因为我现在 size 只有 S 而已，整体来说就 S size。而且它电的这个距离啊，好像其实有去升级的话，感觉可以电很远。有没有？你看，光是这样子，这个远远的看就可以，大家可以知道它这个距离大概多远了。哇塞哇塞，感觉很可以。这只深满应该会很强欸，我觉得这只深满应该会不错。真的，这只深满应该会不错。很可惜，就是必须要用新台币，或者是花时间让它把它给练满。我是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时间啊。啊，真的，说真的，游戏太多了。你要我专心一个像是饥饿龙这种东西，然后玩到炉火纯青，其实还蛮困难的呢。我必须说，而且啊，我发现啊。哦，还是会扣血啊，只是他扣的不明显。我以为说，我这一只电龙，它看起来太那个，就是应该是说它看起来很透明，然后呢，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透明到不会去有那种伤害显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刚刚我靠近那些幽灵，然后就发现，我还是会扣血，所以说只是不明显而已啊，就一个假象。还是会扣血啦，好，吃一个黄金哥布林，好，拿到了成就。我们现在哥布林区域，哇，被什么东西炸到了？不过被打到好像不怎么痛的样子，哇，还拿那个丢我，结果我没事，哈哈，好哦，来往这边走，哇，我居然可以撞破 ，amazing！ 既然都撞破了，我们就下来吧。啊，这个时钟间又出现了。我觉得这就单纯只是个背景而已啊，那也没什么。如果我这边喷火的话，应该可以把这边直接烧掉。哦，撞不掉木板，继续。我觉得这边有一只巨人啊，我应该可以用电的把它电死吧？那巨人在哪里啊？巨人来哦，应该在这边吧？哦，看到了。哇，想干什么？哇、哦，哎呀，他没有回到我，好险！哇，硬到一个哭，撞！
哦耶，小兵立大功。完了，这需要 L 龙，我需要更多的金蛋碎片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厂商看到的？啊，厂商看到的记得啊，赞助老头一下，不然老头不拍了。啊，不想花这个钱，真的。啊，需要推广你的游戏吗？找老头就对了，有木有？啊，包准曝光度满满，是不是？而且你只要付一下钱钱，不是付钱啦，不用付钱啦。啊，你只要给我一些资源，足够的资源，我就冲了，是不是很棒？对不对？别人要收钱，我这边不用啊，给我资源谢谢，保证给你满满满的、满满满的曝光率，多好啊！是不是？哇，哎，不过我觉得这一只比那一只机械兽还要好太多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电属性的关系吗？我怎么觉得它好像比较不容易死啊？还是我的错觉？而且我现在仔细看，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电龙中间有两颗蛋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两颗蛋？两颗蛋在这个不断的发电、导电、传送电力，然后借由这个传送电力把这个电发出去，啊，射向敌人，实在是太酷了！射屁啊，是没有被电过你？完了，这个是撞不破吗？我撞，我在撞，完蛋了！哎呀，哎可以，然后里面的人全部都被电死了，哈哈，结果里面的人全部被电死了。吃马儿，然后被我咬住的猎物呢，不死也会被电死。果然这个是食物链上的这个顶端的食物链的那个生物啊，通常被我咬住的生物呢，别无幸免。因为都会被电得稀里哗啦、处处麻麻。什么叫处处麻麻？你在我在乱讲，不要理我。啊，不过就目前为止看来呢，老头还蛮顺利的哦，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。真的哎，为什么我感觉真的好顺哦？那个昨天那一集机械兽死得超快的哎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是说这只机体本来就比较强？哦，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啦。如果你们真的手边啊、已经200个钻石了，然后呢金蛋碎片也有了，手要推哪一只？个人是推这一只啊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他光是他这一只升到五阶，他这个电力不断的发电，电击周遭的生物 ，CP 值算高了吧？啊。又或者是说我这一只，应该说，又或者是说机械兽那一只，啊，我没有把它升到五阶，就是没有让它学第一个技能，所以感觉烂烂的这样子。可是，他那一只机械兽，就算没学到那一阶好了啦，被东西打到还是很痛啊，血超少的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， 直接喷飞。哇，我们带一下宠物好了。欸，我再升一阶，我是不是就变成 N 了？是这样子吗？34欸，我看一下升什么，我觉得升速度好啦。可哇，差一格我就 N 了，差一点拎杯就 N 了。我可以带两只，吸引猎物是怎样？聚集猎物破墙，我在想要不要带这个啊？优先选择鬼魂，他现在将鬼魂类吞噬，不要带这个好了，尝试看能不能破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再抽一颗蛋，抽把我的钻石全部抽完，看可不可以升到 N 好不好？来抽了，反正我钻石留着也是留着。耶、yeah, ，变成十，应该可以哦。再一个重复的就可以了。
Amazing！ 哇塞，这里虾米蛙哥寻蛋者，完了，莫名其妙弄到稀有的，距离够近时，哦，好哦，完蛋了，这一颗，拜托来一颗重复的，啊，有了，所以哦，我们可以升级到 N 属性了，欸，不是 N 属性 ，N 阶段 ，N， 欸，是有比较大只啊。好，是点下去那一瞬间，是不是有比较大只一点的？然后宠物可以多带一只，哎，好爽啊！来看一下，晕眩大师要不要做啊？还是寻找宝箱好了？我觉得蛋其实还好，哎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行。好，再打一场 ，Let's go！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N 有没有比较猛。好，我们现在剩下这个烧毁建筑九个。好，不过我觉得这不是重点。哦，我们又带个可以破墙的，那我们应该可以破那个怎么了吧？我们应该可以把铁板直接给撞爆了吧？我觉得撞好撞满，哦，欸，有啦，变成 N 稍微大只了点，感觉得出来。而且我们可以吃鬼魂了吧？欸，不行 ，L 鬼魂还不能吃。那我们最起码可以吃那个。那个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我记得这边还颇多的。哦，这个耶， yeah， 这个可以吃了，太棒了！快电死他们！电死他们！哎，这边是不是有个隐藏密道啊？哦，错觉，抱歉，一切都是错觉。哎，所以说做这个公司作者到底要不要更新新地图啊？啊，这样实在有点母汤呢。啊，你就这样空有这个，哎，欸，撞破了，行，我们到新地区了，终于。哇塞，直接把它烧掉啊！哎，欸，这真的有点作弊耶，欸。练满的话，我觉得这张图就是称霸啦，都可以挂着洗分数了，欸。好，只要有源源不绝的敌人，还怕什么？电好电满啊，更不用担心那么多，好不好？我电死你们！好爽哦，爽度又一流啊，不一样的爽度啦！我就觉得这是爽度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你升到后面三个技能全开啊，应该是连锁闪电，闪电连锁闪电开下去的，而且这些闪电啊，它是一直放一直放的那一种，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额外奖励？畜生额外奖励？三小，看无啦！不要那边给我什么畜生额外奖励，我唔知。那什么东西？哇，星星！哇，飞起来喽！哇，杀爆你们！欸，我不知道他这个闪电有没有连比自己体型大一点的生物都能电欸。不过就我刚刚自己看起来啊，我自己看起来啊，我觉得像这个应该可以电吧。你看他这都直接把它克掉了，这只到底是可以多强啊？我天哪，啊！欸，这只已经打趴之前前面那几只了。我说真的，没有在跟你好小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，超级强。啊，难度已经大大的降低了，很难想象全部练满到底会是什么样子。啊，厂商看到了没有？厂商，快点，给林北一千颗金蛋碎片，我给你全世界。啊，想增加曝光率吗？可以，给老头一千颗金色蛋壳。你就可以享有免费的曝光率，真的好爽哦！这么爽的东西啊，怎么没有人愿意提供一下呢？欸，这个黑洞是我自己发出来的黑洞，还是我的宠物发出来的啊？还是有点看没有欸，还是看没有欸，我觉得。好，我要下去到另外一边了，我冲啊！
我应该可以到下一张图了吧？有下一张图去，耶！走吧。好，这一次哪？我忘记了，没关系，继续走就对了。哥布林洞穴，走到哪电到哪，完全不用顾虑任何周遭事物。你的出生就是用来毁灭的。你看，连这一只根本就不用撞啦，直接就电到。你看又来了，再电。哦，他会攻击。啊，这个电击是需要 CD 的哈。啊，不过 CD 一完，这种大型生物一样一级电死。皮诺克，这个电死，是不是？老样子，皮诺克老样子，这个把他电死。来，趁现在还跑嘞，还跑嘞。哦，照嘞齁，电死哇，照电，太强了啦！我说真的，这太强了。哇，这只哇，哈哈，这一只就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这只僵尸哦，就是我们这所谓的算是终结者吧。对，我们这个必须到 XL 的这个体型才有办法跟他抗衡哦，好吧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很可惜的是，它没有外观可以用。哎，为什么我两条尾巴？我现在才发现，哪里过嘞？是因为变成 N 龙之后多了一条尾巴出来吗？我还真没仔细看嘞。我看一下。哎，真的嘞，这是因为进化到 N， 所以多两条尾巴，所以它玩全体会更猛，是不是？厂商看见了没有？让它进化成完全体啊，拜托。好，那这只进化到 N 可能也会很强哦。嗯，我觉得都有可能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新闻到这里结束哦。那不知道各位会想要用哪一只呢？个人是觉得电龙蛮好用的。那机械兽的话再说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机械兽感觉就弱弱的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就是一样等更新啦。好，等到更新之后，老头觉得 OK， 老头就会拍了，好不好？那。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就是玩给你们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小坏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啊，对了，或者去 NoLo Life 玩个追随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，吉叶龙再见面了，拜拜。